将再度开启，世界正面临毁灭。虽然英雄们已经离去，但他们的遗志却从未被忘记。而拯救世界的关键，先知罗斯却在黑暗侵蚀中走向堕落。无数的勇士为了寻找唤醒先知的贤者之石，开始了新的冒险。为了拯救堕落的先知，你在神庙中拿到了贤者之石，但是对如何使用一无所知。在梅丽的建议下，你来到凯德拉寻求文章学者贝利的帮助。梅丽还真是啰嗦，凯德拉关卡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文章学者贝利在什么地方呢，先打听一下好了。凯德拉最近找文章学不过你哦。好的。不好了，戴卡德先生，兽人又来进攻了。这群兽人。戴卡德先生，你好。你说贝利兽人啊？竟然被兽人。是。那请让我。发动进攻，换成加持，使用技能让一些魔物吃点苦。
家伙都赶走。雷诺，雷神锤，雷诺，雷神锤，雷诺，雷神锤，雷诺。冒险家，点击这里可以即刻穿。不要懈怠，让我们继续完成任务吧。兽人被打退之后，不过当务之急。好，这兽人可从致命，而且脚本来赢奇怪了。冒险家还有贝利，你大家小心，四处调查一下。伤口和之前那只兽人差不多，看起来像是被高速运动的利器刺伤的。是谁在那？这装扮。你？我是跟戴卡德先生。本来我研究途中，结果不久那个黑衣人。黑衣？我趁乱逃。更笨。你。家骑士也是最早的屠龙英雄之一，却意外地吸收了黑龙宝玉的力量。他曾经堕为黑龙，与守护金龙杰兰特厮杀，斩杀了为祸作乱的海龙萨夫特拉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正是邪，甚至少有人见过他。或许他已经堕入了黑暗，也或许仍是孤独的英雄吧。不过这个人不对了，冒险家。是这样。这个图案，我知道了。这是传说中的贤者之石，相传是贤者阿罗诺迷途知返后，仿照真实之境所造，能够引导堕落之人找回纯真之心。只是这件器物太过古老，已经失去了力量，无法发挥它本来的作用了。那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恢复力量吗？这是古代人的器物，或许能通过与古代遗迹的共鸣，汲取古代遗迹的力量。凯德拉，不过你要去，又是谁？别担心，这样吧。好。雷
程，还是跟戴卡德商量一下吧。南部营地的这可能还高飞艇？对呀，啊，当然。雷先生，